我们彩虹音符。非常感谢各位来宾的一个莅临，中国控的参加。对，在此，彩虹音符小夏老师跟大家，敬个礼，谢谢大家中国控的前来。再来，我们非常高兴，我们彩虹音符，我们一年比一年的更加茁壮，也是希望有大家的一个支持。非常的感谢这些家长的一些关爱，还有大家为了小朋友的一些努力，做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个支持。接下来，我们邀请我们的曾冠宏小朋友，他所带来的曲子是《波卡舞曲》，大家为他来掌声鼓励。